好像不是这样。是啊，不要出去就好了，躲在家里，不会有人看到。出门走走也不错。哎，才不要嘞！出门走走会被车撞，会被人家骂三字经，然后看到正门也会很害羞。哦莫。直升研究所。哦哦哦！敲头，敲头，敲头。你的瞳真看不见，屠杀龙，屠杀龙威。哎，怎么又是他们？这才刚打过啊，小威。我打几场了啊？没有，这就是一个类似温室效应的恶性循环。通常那种仔仔不是胖胖满脸痘痘的，对他们就是因为害怕仔仔，害怕出去让人家见笑，所以宅在家。那宅在家就会变成说恶性循环，对，就会开始吃越多，痘痘越多，又不运动，就这样子恶性循环下去。然后换武器了，没有散散心，散什么心啊？越看越伤心。当你的泪水划过侧脸，我只能像朋友的体贴。这只龙乱了，呵呵，可想叫他滚远。然后最好笑的是，还为了赚钱去当副片大，有没有？出远门放松一下啊！我不用直播，你知道，就在 FB 直播开始，就是都要在家里了，不能出门了。出门就是会饿死，为什么要出门？出门就是花钱。
没办法、啊，也不算绑死，是我他们哎、欸，你要这样想哦，你要怎么讲？你一个平时现在正职薪水是八个小时，然后一个月22K 嘛，那我觉得我还比他们好一点、欸，好很多点、欸，你懂吗？可以用手机直播不行，我上次唱歌用手机直播，只唱了第一首就真的爱的魔力转圈圈了，因为我手机不是吃到饱啊，我就是宅在家，所以我才不会去办吃到饱，因为办吃到饱我真的是亏大了。对吧？欸，老师上次不是有那个吗？我们上次失败三次，失败两次，第三次才成功。成功是因为用了换人的手机，不是版权问题，主要也不是版权问题，那是也是有啦。可是最主要是那个我的手机问题。版权的话，它会就是你画面会那个，好像也是会一卡一卡的。然后最主要是我上传如果记录档的话，通通不能，你们就不能听了，全部变成消音的。就算我把那个改掉也是一样。啥鬼？六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。有啊，我会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啊，就买早餐的路上十几分钟，够了吧？对一个宅宅来讲，这十分钟已经……哎，不是啊，我还是有去健身啊。你们是说我宅在家，白痴哦？只是最近天气不好，而且作息又乱掉，所以没有办法去。机场啦。还没一个小时欸，怎么又是他啊？他多喜欢土沙龙啊！下次唱歌一定要带一个是学生的过去，我们要骗他的学生证。最近工作忙，不是啊，你要想哦，我现在几乎快变成一天直播八小时了嘛。那还要扣掉剪影，还要再加个剪影片的时间，大概两三个小时，十二个小时都在工作好了。那这样算算其实也还好啊。睡觉如果
好像也没睡到八小时，六小时，六加十二十八，我还有六个小时也是泡在魔物猎人上面啊。骗学生证干嘛？这样唱歌比较有优惠啊？错了吗？好没尊严哦！这只屠杀龙是之前我狩猎第一个打最难打的魔物，没有，应该说后面都很难打，只是当时它太硬了，我靠，靠它靠了快20分钟，然后那时候也不敢想说发出救难信号，好丢脸哦，就不发出来了。看不到其他人留言吗？你重整看看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去回报 FB 那边。猫咪烟火那个是要跟奇灭族那边打好关系才会有，你要去那个龙结晶之地去爬文，网络上很多有很棒的那种教学，我也是看网络上的，因为这个已经是去年拿的东西，前年拿的东西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拿了。欸，所以你们其他人看有吗？有时留言会不见。欸，我其实也会，我去看其他人的台，有时候留言会不见。欸，好，所以真的不是我的问题。好，因为那时候去看阿谦的台啊，想说他怎么一个人在自言自语，他自言自语什么？哇哦！哦，我觉得这问题一直在，他们也有回报过。对，有时候会看不到。哦，我想说，不会吧？他们自己在那个自己的频道讲话啊，却没有我。欸，不是啊，这个不是。9999，999，我有时候在想说这是外挂，你知道吗？虽然真的有很多999的啦，只是每次看到都会每次好奇。三不五时要重整，没关系啦，我都会念出来，不然我就讲名字嘛。欸，我忘记那个名字。欸，小雅，你怎么叫我忘记了？狩猎屠杀龙，我觉得我去抓甲虫好了。那边交给他们了。我有60秒可以抓，冲啊！冲啊！这边晚上一定会有一只黄金的独角仙。好，我真的是这几天抓小动物抓到可以，也不算写攻略啦，就是可以跟他们讲说东西在哪里，然后在上面抓到幼小仙人花很多次了，这里。那是我们的营地，这里，我们的集会区。哦，夜夜。哦，不是啊，就每次看到小雅就想不忘记那个另外的名字哦。好啦，我尽量记。
我真的记不住，体谅我，东西太多要记了。我就说，就爆出名字，然后讲他的留言，这样可以吗？你们有本事就是用你们的本名来留言啊。不要故意打什么我爱你，我就说什么，哎呦谁谁谁我爱你，我就说谁谁谁说我爱你这样子。参加，我就打很多了呢。搜寻救难调查。那这个有够犀利，你土沙龙打不腻你。可以啊，我是用本名前两字。哦，你姓侯，所以你真的名字有个贝哦。我的天啊！你叫侯贝什么？侯贝贝？侯，这样子。侯。哎，剪一下光胎，然后我们出发。他该不是土沙龙杀手吧？专门练猎杀土沙龙的、欸，让你猜猜，我不要猜了，好累哦。啊，你叫侯佩岑？哦，不是，那是侯佩岑，侯佩岑是不是？猜对了，我好强哦。爱的我差点中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好屌！所以你不是陈，我想一下还有什么？不、啊、滚到泥里了！啊